来，咱们看一下这只宝宝等会掉的技能，不能掉啊。咱们走流程保八个技能，保高壁，保偷袭，保强力，保夜战啊，保吸血，保连击，保追击，保高神啊。可掉啊，幸运可掉，招架可掉啊，反击可掉啊，防御可掉，四个技能可以掉。强力也可以掉，这只宝宝建议叫马保国，八个技能都要保。老板怕不怕？操，王蟹打林中鸟掉过，林中鸟真的是他妈的有点危险的啊！他说他那个掉过，幽灵掉过啊，掉强力，强力军旗鸟掉了啊！我操，还补书你？你别吓我，你打林中鸟还补书的？你打林中鸟掉了就卖给对不对？能忍的兄弟。林中鸟啊，刷任务特别快，林中鸟不耽误十把速度，闭着眼睛给我上斗诀解锁，防御掉，幸运掉，招架掉。好，老板不用慌啊，高壁非常的稳，看看咱们的鸟啊，咱们的鸟高神掉其实无所谓的，招架偷袭，偷袭，偷袭，偷袭这个技能它是一个比较隐晦的技能，老板，就是偷袭这个技能怎么说呢？偷袭这个技能你有和没有他看不出来，而且林中鸟它有个缺点，对吧？它出手次数太多了，它很累。你换一个偷袭的话，他不用带套装了。这样，你掉了的话，今天直播的后台给你了，好不好？免费送你今天直播的后台，虽然不是很多吧，啊，高级吸血来，高级防御来，鸟来，必杀，幸运，幸运掉了。他妈谁成了啊。